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欧洲节目。今天我们带来的消息可谓震撼。Telegram 创办人帕维尔·杜罗夫近日在法国被捕，因为他被指控允许犯罪活动，并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这位自称言论自由捍卫者的亿万富翁正面临着与儿童性虐待、诈骗和毒品交易等多项罪名的调查。在杜罗夫于巴黎被捕的背景下，法国政府的行动引发了全球对言论自由的激烈辩论。 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这一逮捕并非政治动机，而是基于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随着各方意见的交锋，社交媒体平台的责任问题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而 Telegram 则坚称，杜罗夫没有什么可隐瞒，并拒绝承担平台上犯罪活动的责任。此案的发展不仅影响杜罗夫本人，也可能对整个社交媒体的运营模式产生深刻影响。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特稿：帕维尔·杜罗夫的 Telegram 风暴：科技与言论自由的碰撞。 帕维尔·杜罗夫 p a v o Durov），这位来自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和 Telegram 讯息应用城市的联合创办人，卷入了一场涉及犯罪活动和言论自由的国际风暴。上周六晚间，杜罗夫在从阿塞拜疆飞抵巴黎勒布尔热机场 （Le b a r g e t Airport） 时，被法国当局突击逮捕。这一消息随即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和广泛的言论自由辩论。《卫报》的报道指出，杜罗夫被捕的原因是 Telegram 涉嫌成为非法交易。 而同性虐待和诈骗的温床，并且平台未能与执法部门合作。杜罗夫目前拥有法国国籍，居住在迪拜。这位被誉为“俄罗斯的马克扎克伯格的”的科技大亨，曾因拒绝遵守克里姆林宫关闭反对派团体的要求而离开俄罗斯。二零一四年，他被迫出售了自己创立的 VK，并将重心转向与兄弟尼古拉共同创办的 Telegram。目前，Telegram 拥有近十亿用户，深受各国民主活动家喜爱，但同时也被极端分子和阴谋论者使用。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法国检察官洛尔贝库奥 （Lor B Q O） 表示，杜罗夫的拘留时间最长可延至九十六小时。这一调查涉及 Telegram 平台上的犯罪活动，包括儿童色情内容的传播、毒品销售和洗钱等。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在 X 平台上首次确认了杜罗夫的被捕，并强调这一举动并非出于政治动机，而是司法调查的一部分。 马克龙在声明中表示，在法治国家，自由在法律框架内得到维护，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以保护公民并尊重他们的基本权利。他强调，这是由完全独立的司法机构来执行法律的，并不涉及政治因素。然而，杜罗夫的逮捕并未平息各界的质疑和愤怒声音。法国打击儿童犯罪的机构 o f f Man” 秘书长让·尼希尔·贝尔尼戈 j o h n Michel Bernigard） 在 LinkedIn 上表示，Telegram 在打击儿童性虐待材料方面缺乏审查和合作，这是杜罗夫被捕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Telegram 在周日晚间发表声明，强调杜罗夫无所隐瞒，并表示平台遵守欧盟法律审核标准，符合行业标准，且在不断改进。在全球范围内，杜罗夫的被捕引发了激烈的言论自由辩论。自称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的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谴责了杜罗夫的逮捕，称欧洲的言论自由受到了攻击。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 （Edward Snowden） 在 X 平台上表示，逮捕艾德·杜罗夫是对言论和结社基本人权的攻击。劫持人质的，是获取私人通信底部。斯诺登的言论反映了不少人的担忧，即法国当局的行动可能是为了控制或访问 Telegram 上的通信。 杜罗夫的逮捕在莫斯科引发了强烈反响。俄罗斯官员指责西方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虚伪行为。普京盟友、资深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家谢尔盖·米罗诺夫 s e r g e i Mironov） 指出，帕维尔·杜罗夫的逮捕证实了欧洲甚至全球亲西方的言论自由并不存在。而曾因作为未注册的俄罗斯代理人而在美国监禁十五个月的俄罗斯议员玛,亚玛利亚·布蒂娜 （Maria Butina） 则表示，杜罗夫是一名政治犯，是西方猎巫行动的受害者。 尽管如此，Telegram 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否认平台促进了恐怖主义、诈骗和儿童剥削等非法活动。这并不是 Telegram 第一次因其平台上的内容引起争议。作为少数几个没有与美国或中国有强烈联系的流行应用之一，Telegram 长期以来坚持不对大多数内容进行审查，包括许多诈骗和某些类型的犯罪行为，这使其成为极端分子、恐怖分子和诈骗者的避风港。 在杜罗夫被捕后，法国检察官贝库奥表示，这次逮捕是七月八日针对未具名人士展开的一系列潜在指控调查的一部分。这些指控包括协助分发儿童色情内容、毒品销售、洗钱以及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他强调，这项调查由网络犯罪和反欺诈专家负责处理。杜罗夫的案件引发了人们对社交媒体科技公司责任的重新思考。 美国的科技巨头如 Meta 和 Google 经常遵守法院命令，提供涉嫌犯罪的用户数据，而 Telegram 则相对较少配合政府的请求。这使得 Telegram 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既拥有大量用户，又面临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杜罗夫曾在四月的一次罕见采访中表示，Telegram 致力于成为一个超越政府审查和干预的言论自由平台。这一立场使其在全球范围内既受到赞扬，也遭到批评。杜罗夫的未来仍不明朗。 但他的逮捕无疑将继续引发关于言论自由、科技公司责任和政府监管的激烈讨论。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如何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打击犯罪活动之间找到平衡，将是各国政府和科技公司面临的巨大挑战。正如马克龙所说，在法治国家，自由在法律框架内得到维护，但如何实现这一点，仍需更多的探索和努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各位观众，杜罗夫的逮捕不仅仅是一场针对个人的司法行动，而是对整个社交媒体平台的责任提出了严肃的质疑。说句笑话。 这就像让一个放牛娃负责牛群里的每一头牛是否遵守交通规则一样荒谬。但是，当平台成为非法活动的温床时，我们不能无视这个问题。杜罗夫长期以来自诩为言论自由的旗手，但这不应该成为为犯罪活动提供庇护的借口。 法国政府的行动终于让这位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者明白，法治国家是有底线的，这底线并不会因为他的亿万富翁身份而改变。楚天舒，你的观点真是过于严肃了。杜罗夫的逮捕就像是抓住一只小鸟，然后指责它是森林里所有粪便的来源。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基石，而杜罗夫恰恰是这个基石的守护者。 爱德华斯诺登都出来声援杜罗夫了，难道你认为他也是在为犯罪辩护吗？法国这次的行动无异于拿着大锤去敲一颗小钉子，简直是过度执法。说到底，这一切不过是法国政府想要对社交媒体进行更多控制的一个借口罢了。谢奇奇，言论自由固然重要，但这并不代表可以无视平台上的非法活动。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一家餐厅供应的食物导致多次食物中毒，难道我们还会说这家餐厅有权继续营业，因为这是他的自由吗？杜罗夫作为平台的创始人，必须对平台上的犯罪活动负责。根据法国 o f f m i n 的报告，Telegram 上的非法交易和儿童性虐待材料泛滥，已经到了无法忽视的地步。 法国政府的行动只不过是要确保公民的基本安全，这是任何民主国家的责任。再说，马斯克和斯诺登的支持也不能掩盖平台问题的实质，他们毕竟不是法官。楚天舒，你这么说就有点像把水桶的漏水归咎于谁本身，而不是桶的质量了。 平台上的犯罪行为当然需要打击，但这应该是政府和平台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单方面的镇压。Telegram 有近十亿用户，杜罗夫怎么可能监控每一个人的行为？而且，Telegram 已经声明他遵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并不断改进审核标准。你知道吗？ 这就像要求全世界的邮递员打开每封邮件，检查是否有犯罪内容。杜罗夫的被捕是西方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另一种形式的打压，而不是对犯罪的真正打击。谢奇奇，我承认政府和平台应该共同努力，但杜罗夫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其实，他的态度更像是那种说“我的平台，我的规则”的独裁者。 就像拿破仑自封为皇帝一样，杜罗夫也试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不受任何约束的领袖。现实是，Telegram 的却是犯罪分子的温床，无论是毒品交易还是儿童色情内容。据数据显示，Telegram 在过去一年内涉及的犯罪案件比其他主流平台高出百分之二十以上。马克龙说的对，自由是在法律框架内得到维护的。 法国政府的行动是为了保护普通公民免受这些非法行为的侵害，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楚天舒拿杜罗夫和拿破仑相比，你的比喻真是让我笑到肚子痛。事实上，杜罗夫更像是现代社会的罗宾汉，为普通人提供不受监控的通信工具。 要知道，全球有多少民主运动依靠 Telegram 传播信息，从白俄罗斯到香港，再到伊朗，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当然，犯罪活动也有，但这并不是杜罗夫的初衷。正如你所说，自由是在法律框架内得到维护的，但这个框架不应该是用来压制意见和控制言论的工具。 法国政府的行动更像是要把民主国家的法律变成一张大网，套住所有不符合他们标准的言论。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一百四十五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使您能够掌握多达一百四十五种语言和方言，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只需几分钟，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 AI 声音，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使用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无需任何专业设备，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高效沟通。广泛的应用场景，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立即体验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 h t t p s 六度 w o r l d t t s 立即登录，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 do world，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